我和一个叫夏丽的女孩是朋友。我们每周在我家看一次中国电影。夏丽喜欢帮我做作业，她是个好人，对没？个人都很好，我和他一起运动，我们的篮球、足球和板球。我的父母喜欢他，认为我们在一起很好看。然而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今天我们要去电影院看一部中国电影，然后我们去他家吃晚饭，然后我会和我最好的朋友，夏丽说再见。